似晨星的方向，玫瑰和荆棘总一同生长，经历过挫折的伤才迎来芬芳，梦想在每个清晨敲打我心房，送你片汪洋，现在就起航，勇气是信仰，永远不彷徨。假表哥，棒棒，棒棒，你的信。棒棒你好，我是表哥，好久没见了。过几天我会来一趟狗熊岭，表哥要来了，太好了，表哥要来喽。救命呀！救命呀！发现目标。什么声音？跑不动了。你赶紧我呀！那是谁呀？走开！你没事吧？糟糕！谢谢你救了哈，俺叫熊二，你叫啥呀？洞洞腰。洞洞腰，俺好像没见过你。你吃蜂蜜不呀？我不吃蜂蜜，我吃核桃。核桃。你是蹦蹦的表哥？是不是来找蹦蹦的？蹦蹦都跟俺们说了。蹦蹦。对呀对呀，大家都盼着能见到你呢。你不是蹦蹦表哥吗？我就是蹦蹦表哥。那就对了，俺带你去见蹦蹦哈，他一定很开心。好啊。表哥你快点哈。来了。那个熊啊，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哇，好新潮的项链啊。棒棒，棒棒，俺把你表哥给带来了。表哥，他是你表哥，叫洞洞腰。刚才他还救了俺呢，可厉害了。你是我表哥？对呀，我记得小时候表哥比我高的呀。平时吃的多，光顾着长肉，忘记长个了。听棒棒说你是功夫大师，本王在这儿可等了好几天了，不会是棒棒吹牛吧？我才没吹牛呢。表哥从小就练功夫。好厉害！双截棍，本王也会。这只是热身，接下来是真正的拿手绝活——徒手劈西瓜。我上哪找个西瓜呀？俺这儿有。表哥，请开始吧。来呀，来呀！还会其他的吗？比如胸口碎大石。表哥，这都是些什么呀？我忘了告诉你们，我现在是一名发明家，这些都是我发明的。你看啊，苹果。看好了。
看起来很好吃呀。这个不能随便吃。这叫诚实面包，吃完以后20秒钟之内会说真话。熊蛋。熊二。熊蛋，你咋闷闷不乐呀？早上俺看光头强在做发明，本来想帮他，可他却说俺们动物不懂发明。哎，这小仓鼠是谁呀？熊大，他不是仓鼠，他是我的表哥，功夫大师兼发明家。哦，嘿嘿，对呀对呀，他的发明可厉害了。不如俺们带表哥去跟光头强比试比试，让他知道俺们动物也懂发明。哎，这提议不错。本王给你们当裁判吧。那俺们快出发吧。好。突然好想上厕所呀。熊二，你脖子上什么呀？是你不行了。戴戴吗？蹦蹦表哥，跟我比发明，亮，变长。这是多功能导游旗，它还能雷达预警，只要发现飞行物就会发出警报。光头强，你的雷达怎么没响呢？没道理啊。嘿嘿，一看就不靠谱。快看，会飞的鲨鱼。那是个飞行器。我的导游器没坏。哪来的飞行器？怎么回事啊？快来帮忙啊！表哥，快来帮忙呀！哎呀，你小子，你熊二，你别扯我裤子啊！熊大、熊二、光头强，快救本王！快追！预备，放！别接！俺来啦！熊二，这边！撑不住了！熊二，吐啊！得赶紧告诉大家！吉吉熊啊，你们没事吧？蹦蹦，熊二。项链还给蹦王。项链，这条项链哪来的？那是蹦蹦表哥送的。咋来？本王想起来了，刚才项链一掉，那股吸力就消失了。蹦蹦表哥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看看鲨鱼走眼了没有。他不是我表哥。表哥刚来信说有急事来不了了。这你到底是谁？我干飞碟。飞碟在哪儿呀？快放开我。俺那么喜欢你，你为啥要骗俺呀？你到底是谁？让本王看看你的诚实面包到底有没有用。据说吃了之后20秒内就会说真话了。说你是谁？来这儿干啥？我叫洞洞妖，是天三维博士的助手，来森林抓你们。熊二把我当成蹦蹦表哥，我就趁机将项链送给他。项链可以发出坐标，吸引飞行器。又是天三维，就是这东西害了本王这么倒霉。你们看。这是我第一次执行任务，一定要把你们都抓回去。小心！大伙给躲起来！想走没那么容易。吉吉光王，熊大，爸爸，快躲开！你们一个都别想逃！怎么熊二也被抓了？熊大，快想想办法呀！让俺想一想。东东妖，
竟然让东东瑶给跑了！别管他了，咱们得先帮熊二解冻啊！去那边，那边有太阳。哼，赔上了我的发明，你居然一直动物也没抓到。不过有了挑战，我的脑细胞才能真正沸腾起来。下次由我亲自出马。野花改变山岗，百花洒洒作响，流星奔腾藏着季节的方向。 只能站在跳岛，自由在我身旁。四个美好永远都不会忘。四季变幻，你还茫茫，一起沐浴北方的阳光。这冒险很强，冬雪消融，溪水流淌，篝火熄灭，曙光在前方。有伙伴，有力量。野花改变山岗。 百花洒洒作响，日记奔腾藏着季节的方向。指南针在跳荡，自由在我身旁。四个美好永远都。野花改变山岗，百花洒洒作响，日记奔腾藏着季节的方向。指南针在跳荡，自由在我身旁。 森林的美好，永远都不会忘。森林的美好，永远都不会忘。